希瓦纳斯死去的那一刻，他的灵魂就分裂了，直到现在。烧了他！那些他们的家园，但你把他们全都杀了！你怎么能对无辜的性命痛下杀手？生命与死亡根本不重要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看透你了，刽子手、屠夫、杀人魔，为什么我要受这种折磨？淫欲之主切断连结，让他反复经历自己曾经犯下的恶行。只要他的灵魂还分裂着，他就无法醒来。或许醒不来才好。只有他才知道炎月之主的阴谋，还有如何拯救安度因。当初安度因就是他转化的。珍娜说得对，我们怎么能信任他？他灵魂的伤痕比我的还要深。你好，游侠将军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我们有相同的经历，我们都死在同一个王子的剑下。阿萨斯，我为了阻止那个怪物而死，现在却被长得和我一样的怪物纠缠。其实那个女妖就是你。不对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从你的死亡而诞生，你也经历过他做的每一个决定。不可能，就算我死了千万次，也绝对不会背离自己坚守的信念。你是永远不可能了解的。炎狱之主行事无比狡猾，当我发现自己无形中成了他的棋子，那几乎击垮了我。他认为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摧毁你，他成功了吗？还是你愿意承认女妖的恶行，告诉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他？他的罪孽不可原谅。没错。而他，我必须承担这些后果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也可能永远都得不到他人的原谅，但不行动就没有未来。游侠将军，没时间了，做出选择吧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受启迪者的协助，我们无法击败炎狱之主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这是亵渎神明，
你出手干预，只会弊大于利。别再要求你无法回报的事情。你好，再见，我会帮你。要是你也帮我的话。长者雅拉，我们感激不尽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认为该是朝圣的时候了。我先走，我们在魂灵供应区外面碰面。今天学到了什么？祝福你，有缘再相会。朝圣者，愿你体悟侠客。今天学到了什么？去吧。是熔炉，相当庄严，对吧？
祝你未来的旅程一切顺利。那台自主机握着什么东西？啊，这看起来很重要呀。前面好像有东西埋在瓦砾里面，快看，就在上面，那只鸟好像衔着什么东西。太好了，漂亮的是。如果你还需要帮忙，就来这里找我。雅拉，我正在思考其他要紧的事情。还有什么事情比阻止炎狱之主更要紧的吗？带着这些碎片去碎片变得最亮的地方。碎片对这个移位装置起了反应，或许你现在能使用装置了。看起来没用。事情当然没那么容易。先把碎片收好吧。如果你还需要帮忙，就来这里找我。你不是朝圣者，抱歉，我刚刚太专心了。请坐。
说吧，记得放低音量。今天特别美妙啊！你找到的一定就是一位装置钥匙零件，至少我们都是这样叫它。根据我们推测，一位装置能引导从造物玉兰流向熔炉的能量。这个文物太有意思了，不过熔炉现在这样恐怕不能正常运作。我们走吧。我们之中菲洛兹最了解这类事情，他曾经相信造物玉兰能复原所有东西，更重要是他始终相信。我衷心祈祷他依然活着。你好，拉皮夫，去庇护城把朝圣者的遭遇告诉长老，他们一定要派支援才行。亚拉长老，我马上去。我找到菲洛兹了，拜托你救救其他人，他们都被困在里面。通往滋长界地的入口被藤蔓堵住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进去，完成后在滋长花园会合。是。
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是谁？是渊侯行者。我一收到博瓦尔的通知就赶来了。德瑞文，是我们。我任你差遣。渊侯行者，千万别大意。带我走。马上就要抵达这个造物玉兰了，先来拟定对策。对策就是我打前锋。喂，给我回来！you
该发生的就会发生，有用了。渐入佳境，士兵，太好了，漂亮的士兵。你必须以正确的顺序来启动符号。啊，是符号。正确。是新的符号。
正确。是新的符号。干得好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。正确无误。啊，是符号。正确。是新的符号。如果你还需要帮忙，就来这里找我。如果炎狱之主成功入侵圣冢，距离他执行计划就只剩一步之遥。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别想叫我服从。把你告诉我的事情说给他们听。你们全都亲眼见识过炎狱之主的厉害，如果不先想办法制衡他的统御能力，我们根本没有赢的胜算。安度因可能会是关键，如果我们能救他。你竟然还有脸提出要救他。当时是希瓦纳斯用哀伤之刃束缚他，他也许能帮助安度因挣脱炎狱之主的控制。我死也不会相信他。那就相信我。我一直相信着你。好，做好进入圣冢的准备，我们要一起救出安度因。士兵，太好了，漂亮的士兵。